今天有个主播对我说，他说他们家粉丝点双击加关注的速度只需要3秒钟，还说我们家粉丝都是小学生，不会点双击加关注。当时我就笑了，我说我们家学生党点双击加关注的速度只需要1秒钟，你们千万不要让我打脸哦。一，你点双击加关注了吗？扣个一让我看。今天有个主播对我说，他说他们家粉丝点双击加关注的速度只需要3秒钟，还说我们家粉丝都是小学生，不会点双击加关注。当时我就笑了，我说我们家学生党点双击加关注的速度只需要1秒钟，你们千万不要让我打脸哦。一，你点双击加关注了吗？扣个一让我看。今天有个主播对我说，他说他们家粉丝点双击加关注的速度只需要3秒钟，还说我们家粉丝都是小学生，不会点双击加关注。当时我就笑了，我说我们家学生党点双击加关注的速度只需要1秒钟，你们千万不要让我打脸哦。一，你点双击加关注。